国庆假期你们过得怎么样呀？美美妹过得可是很充实，特别是和权志龙一起相遇在他台北演唱会的那几天，美美妹过得超开心超满足。因为啊，贴心的权志龙为美美妹准备了那么多的惊喜，不光为美美妹演唱了歌曲《无题》《Crooked》，为了和美美妹交流，他还特地学习了中文呢。同学好。谢谢。你们开心吗？真的吗？那么娇羞的 JD 看得美美妹心脏暴击，你们是不是以为惊喜就这些呀？ No No No， JD 还邀请了 IU 小姐姐来当嘉宾呢。好听的耳朵都要怀孕了，这么快就结束了，你们是不是没有听够啊？嘿嘿，美美妹告诉你们，这对王炸组合很快就又要合体啦。令人超期待 ，GD， 你可要说话算话。12月 ，IU 小姐姐演唱会上，我们不见不散喽。